好，在这题我们要做的是 x3 方加 x 平方减 2x 加1除以 x 平方加 s 减12。好，那在这边呢，因为分子的最高次方，分子的 degree 就是它的，就是分子的最高次方比分母还要大嘛，所以说我们先用常数法把它除一下。我们用分离系数法好了，分子是1加1减12加1。除以呢，这边是1加1减 12， 我们就得到 1加1减 12， 好，那最后会余 1， 所以在这边呢，原来的分式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x 加上，OK， 好，我们写一下好了，慢慢写一下，这边x3 方加 x 平方减 12x 加1除以 x 平方加 x 减 12， 好，那除完之后商是 x 加1嘛，所以说商是 x 加1，加上呢剩下的部分就是 s 平方加 x 减12分之1，好，1就是我们最后的余式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好，这边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分母因式分解成 x 加 3, x 减 4， 好，那接着呢，由分项分式的公式，我们就设 x3 方乘上 s 减4分之 x 减3分之 s 乘以 x 减4分之1呢，会等于 s 减3分之 a 加 x 减4分之 b。接着两边同乘以 x 减 3x 加 4， 那等号左边会得到 1， 等号右边呢就是 a 倍的 x 加 4 加 b 倍的 x 减 3， 好，那整理完之后会得到1等于 a 加 bx 加上 4a 减 3b。 好，那接下来呢解这个方程组，好，因为 a 加 b 等于 0， 4a 减 3b 等于 1， 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解出 ab。那在这边我们就不解了，各位可以自己算算看。好，那解出来 a 等于7分之 1，b 等于负7分之 1， 所以我们这个分就可以写成 x 减3分之7分之1加 x 加4分之负7分之1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原来的式子，我们可以先把它写成积分的 x 加上x 减3乘以 x 加4分之1 ds。 好，那 x 减3分加 x 加4分之1呢，又可以写成这样，所以说原式呢就会变成 x 加上 x 减3分之7分之1加上 x 加4分之负7分之1。 OK， 我们在这边再把它整理一下，写详细一点，所以我们要积分的东西会变成 x 加上7分之1乘上 x 减3分之1才负7分之1，把它往外写，减掉7分之1乘上 x 加4分之1 ds。 好，那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它的积分， x 对 s 做积分是不小心弄掉了。x 对 s 做积分是2分之 s 平方，7分之1往下拉， x 减3分之1做积分是 log 绝对值 x 减 3， 负7分之1往前面拉，那 x 加4分之1做积分是 log 绝对值 x 加4。